In the previous video, I showed you how Mima Ito and Sun Jingsha play table tennis together. They are very friendly. しかし、伊藤にとっても。 勝負が始まった。金メダルを争う2人が。 In this video, let's see Chen Meng and Mima Ito. They also train together. How fast is the rally of the best table tennis players? Very fast. 休息时间给了大家难得的机会在一起交流训练。日本队的伊藤美诚就向中国乒协发起了合练邀请。今天，他的合练小伙伴是刚刚首夺世界杯冠军的陈。女乒世界杯结束后，选手们要集体从威海直接前往郑州，参加19号开赛的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总决赛。 而这中间大约一周的休息时间，给了大家难得的机会在一起交流训练。日本队的伊藤美诚就向中国乒协发起了合练邀请。今天，他的合练小伙伴是刚刚首夺世界杯冠军的陈梦。Coach Malin and Chen Meng also discussed with Mima Ito friendly. They talk about the Japanese onigiri rice cake. 吃一个你妈做的饭团。OK OK。你够不够？你够吗？你够吗？你。哎，没关系。你不会饿了。你不会饿了一会儿。吃着饭团聊着天，大家的感情又增进了。世界乒乓，大家共享，这是所有乒乓人的共同夙愿，梦。 这种合练其实特别有帮助，我觉得对两个人，包括对整个一个世界乒乓，大家共享，这也是刘国梁主席一直提倡和倡导的。训练时，各位选手都没有避讳，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伊藤美诚直接采用了新的发球方式，对此陈梦还真有点不适应。虽然在球场上是对手。 但在场下，大家都能够毫无保留地分享新技术，共同促进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大家天天也都看，互相肯定都在学习，就是对方的比赛嘛。在一些这种技术上，我觉得，没有什么再可以隐藏的了，因为你到比赛都会展露出来。中国的运动员质量更高，失误少，质量高，这种的运动员在日本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能在。 这里跟中国的运动员一起训练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而且，通过这件事我也觉得来中国真的是太好了。训练结束后，马指导还开起玩笑，要来了伊藤妈妈自己做的爱心。